啊，对对对啦，最近咧睇到报纸，注册永伦就4800万沽咗我后面旺角上海街479号地铺，连呢个嘅一楼啊吓，咁啊哇超级平啊，咁就讲紧系4800万元注册沽出，买入嚟嘅时候咧，2002年咧。物價係講緊2200万大賺，2600万升值1.2倍。2002年嘅時候，當然香港樓市比較低迷啦，咁啊買入嚟嘅時候大賺，佢應該咧需要都恭喜永良啦。望望成棟大廈，樓齡係29年，簽約日期咧就講緊係10月15号嘅事嚟嘅啫，真係好新嘅事嚟。exact 地址咧就講緊上海街479号地鋪，連埋呢個嘅一樓啦。咁啊之前一間嘅桑拿館嚟嘅，咁啊但係都執咗都好幾年啦噶啦，咁就地下之後上面就一樓咁樣啦。咁就租金分析，你睇翻，睇下物業估價處平均租值3.3厘計嘅話咧，咁啊呢間鋪頭月租就132000元搞掂啦。咁你計計數啦，4800万買一個講緊係一樓1.1万，再加埋地鋪面積係1200尺，即係12000几尺嘅話咧，即係樓面，即係每一尺嘅樓面講緊係曬個4000零蚊抵到爛啦。租嘅話10蚊每一尺咧，都已經能夠可以做到大概132000元。記住呢度係旺角核心區喎，嗱望下附近環境先。向嗰邊咧，上海街一路直去咧，就講緊係佐敦啦，油麻地嘅方向。轉翻過嚟嘅時候咧，嗰邊係長沙街啦，呢度就係豉油街啦，嗰邊就係、是旺角朗豪坊非常出名嘅地標。上海街咧，一般呢度就好多建材啊、飲食啊，比較垃圾啲。咁啊，大致咁叫核心區啦。咁啊，呢個係地鋪嘅入口咧，就加埋樓上嘅一樓嘅。咁啊 ，all the way 咧，就呢啲就唔包啦。側邊嗱，睇翻側邊嗰啲嘅 tenant 啫，一啲嘅建材啦，一啲嘅深融啦。之後有一間係71喺度啦，地鋪包咧就只係包啱啱嗰個嘅入口啫，貼曬招紙嗰度。再轉過嚟咧，就係呢個嘅71啦，繼續係豉油街呢個嘅入口啦，12号啦，呢個住宅嘅入口啦。呢度再過嚟咧就係新田地街，就全部都係一啲嘅五金啊。咩安全嘅設備啦，入翻嚟豉油新田地街。啲地鋪就唔包嘅，但系咧嚟到呢度主要咧，我成日影俾你樓上睇睇啫，即系上面成個嘅一樓咧，呢度望上去咧就全部包啦。先點解呢度一樓個建築面積講緊係1.1万尺？最好啊，夠曬底啊！業主又賺錢，買家又買到順貨，講緊樓面尺價講4000零蚊，每尺租10蚊都已經能夠有3.3厘回報，咁又真係唔差喎。好啦，恭喜最高嘅買家，記得香港買鋪做鋪揾我，成户商鋪基金創辦人李根力，同埋想買鋪唔使煩嘅時候，收你5% 嘅租值啊，幫你管理間鋪啦，幫你招租啦。我哋投行申请全部帮你谂掂晒佢啦，好，多谢你先，拜拜。买铺唔使烦，买入盛汇商铺只需每月租金5% 费用，可享一系列售后服务。